历史课本，答案就算仔细找也会找不到，背也会背不好。放松，让我来说，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啊？我拿着我的麦克风，唱出 old school show， yo ready to roll。千年的年代，不过我最嗨 ，disco fever 从来不肯 say goodbye 啊、只有放放放，才能酷。男女老老少少，我们穿的喇叭裤，爆炸头在望春风，左右摇摆，上下一直神功啊！黑白电视可能无法感受，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。忘了你存在，有什么期待？换了你，邀请他一定来。一起渴望关怀，不如一起精彩。快乐会传染，请你慷慨 ，Come on！ 想念的、失恋的，请跟我来，一边跳一边想快乐崇拜。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，美丽而神圣的时光不等待。到了80年代，要喊什么？Let's make some noise。 在做什么呢？紧裤子紧上衣，秀出你的身材，有人露出惊讶，千万不要惊讶，嘻哈正在发芽，别把它的假牙。 Locking, popping, we dancing and no stopping， 跟我一起唱。快乐崇拜，快乐无害，虽然快乐像个病毒，病毒会传染。90年我们等待千禧年，怕的电子音乐疯狂玩着 Yeah, Hip Hop for life, that's why 每个人嘴里喊着哇塞，管你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，扬起你的嘴角，跟我快乐崇拜。快乐存在，有什么期待？换了你，邀请他一定来。一起渴望关怀，不如一起精彩。快乐会传染，请你慷慨。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，穿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。现代这个匆忙时代，虽然少了时间，但千万不要倦怠。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，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。有 boss 的节奏，看你 boss 的互动，看你 boss 的感动，看我 boss 的创作，要我怎么再说？ People feel my flow， 看我拿着麦克风唱出快乐的 show。 忘了你存在，有什么期待？换了你，邀请他一定来，一起歌。